現場咧呢度咧好多市民喺度大聲叫警員咧放人啊，因為較早前咧警員嚟到咧拘捕咗起碼有四五個嘅年輕人啊。哇！啱啱從天橋上有個單車掉嚟，襲擊擊中一個警員。有個單車從天而降，擊中一個警員。警員如果停車。起哄啦！現場嗰啲市民起哄，警員都好慌張啦，而家喺度。你睇警員都好慌張，離開。因為警力唔夠，所以而家佢獨自要離開。